我今年81岁，有将近10亿子民，在位62年，是史上在位最长的君王。结束了吗？阿道，派你去英国旅行，去英国皇家，给女皇成交一个礼仪金币。无论你怎么做，你千万不能盯着陛下看。印度有饥荒。首相，你真的是好没趣啊。是的。果冻陛下，我突然感觉好多了。他要求阿卜杜·克林做他的私人男仆。你喜欢你的苏格兰制服吗？穿起来很渣。苏格兰的一切都很渣。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呀？什么是芒果？水果之后。我想要吃芒果。它只产于印度，而我是印度的女皇，该让人送来。没人知道做女王是什么滋味。妈妈，你在监视我。我爱的每个人都一个个的死去，而我却一直熬熬。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服务陛下。人生在世的意义可大。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我的仆人，你叫我吴尔语和可兰经。你扰乱了一切秩序，都是被这个印度农民搞的。我们觉得您是不是疯了？跪下！出去！我脾气暴躁，贪婪，爱吃，也许还不情愿地摄入了权力。我可能是遗弃，但我绝对没疯。我是英国女皇，印度女王。阿杜学识渊博，优点很多，现在他是我的朋友了。我好多年没这么高兴过了。给你一点惊喜。是什么？是芒果，陛下。它坏了。Henry, 这个芒果坏了。